放心吧，地煞小姐，我现在很好。是李行者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小可爱经常来探望小克莱吗？他非常热心，之前在化成锅帮了我们不少忙呢。看样子，小克莱在须弥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呢。而且我也有努力认字，现在我已经能读一些简单的句子了。 师傅和须弥的大家都很关照我，不过我从来没有忘记蒙德的朋友们。所以丽莎小姐，大家怎么样？都还好吗？安博好吗？卡亚先生好吗？秦小姐，<笑>小克莱不要着急哦，等我慢慢跟你说。抱歉，小可爱，给我一点时间。 让我和小克莱好好说说蒙德的事吧。放心吧，丽莎小姐，我是李行者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小可爱，他非常热心。之前看样子，而且我师傅和须弥的大家都很关照我。丽莎小姐，大家怎么？小克莱不要着急哦，抱歉，小可爱。 给我一点时间。